今次示范的练习只需坐在凳子做。坐直，挺胸，然后曲背，低头，跟住缩喺膊头，保持十秒。另一个动作，坐直，挺胸 ，hold 五秒，然后弯身，低头，手放脚掌 ，hold 五秒。坐翻起身，手向后握喺凳边，挺胸，向上望 ，hold 五秒，重复做五次。另一个动作，坐直，右手放喺凳背，左手放喺凳面上右上角，上半身转向右，头尽量向右转 ，hold 十秒。左右调换，另一个动作，右脚向右伸直，左脚屈曲，右手向上伸直，贴住耳仔，上半身向左弯，头领向右，眼向上望 ，hold 十秒。左右调换，另一个动作，向前弯腰，右手手掌心垫地，面向左边，左手伸直举高 ，hold 十秒。左右调换，慢慢抬一边脚，伸直，脚趾尖向上，小腿尽量同身体形成90度角，保持10秒。左右调换，另一个动作，手握罐头、水樽或者哑铃，递高至膊头位置，手臂慢慢向上抬高，伸直，然后放低，返回原位，左右调换，另一个动作，手握罐头、水樽或者哑铃。手臂伸直向外抬起至到膊头高度 ，hold 几秒，放低，再左右调换。